我做完一个梦哎，这个梦里是你要叫我孙悟空啊，真的，醒来你还不放过我，真的要吃，哦，就是步步对着步步并在一起，对，是不是交尾？蜈蚣之所以叫做五毒之首，是因为它量少直精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它会流出来，它不会像蛇那样喷出来吧？因为我没有看过人把蜈蚣在手上把玩的、啊。每周一晚上10点，三立都会台30频道再见面。